本台消息：六月二十一号下午，在结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事访问后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。习近平总书记、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,部长王毅。 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。